Let's get this party started. Let's rock!普罗托，魔界之中的佼佼者，作为鬼泣巅峰之战中的原创 BOSS， 他的形体为黑铠覆盖，如同一位王者一般，技能更是拥有很高的强度且远近皆具，是一位相对来说难以对付的 BOSS。 龙胆亮银枪，普罗托在玩家位置召唤一根长枪，长枪随后下扎，对玩家造成伤害。仙女散花，普罗托在玩家位置召唤一片不断下落的光弹。银河坠落，普罗托将八支尖刺汇聚头顶，随后每七秒向玩家射出一根尖刺。暗雷，普罗托在自身头顶生成一个暗属性球体，之后缓缓向角色移动，球体触碰后会瞬间膨胀，使角色减速，若球体落地也会形成一个减速的区域。激光炮，普罗托背后的王冠飞到身前，在左脚的位置快速旋转，形成一个不断向前喷射的激光，该技能通过一盘跳跃或者闪避躲开。震荡波，普罗托身后的零件纵向旋转并发光，持续汇聚亮光，1.5秒后发生爆炸，将角色向后震飞。防御，普罗托自身形成吸收最大血量20%的护盾，期间仍可以释放技能。旋转火焰枪，普罗托召唤围绕自身水平旋转的长枪，长枪持续80秒，玩家需要通过预判进行规避。普罗托王座被破坏后为站立形态，此阶段普罗托的部分攻击可被弹刀机制反制。横扫，普罗托挥舞长枪，从右快速挥向左侧或反之。前戳，普罗托扔出长枪并隐形，随后枪快速向前飞出并造成伤害。360度横扫，普罗托使用长枪在周身进行一圈横扫，前摇明显，在观察到后推荐玩家停止攻击，并通过骗术师和跳跃快速向后规避。地爆天星，普罗托在周身召唤出数个长枪后落下，前摇较为明显且短暂。仙女散花二，普罗托向前方扇形区域射出大量光波，由于攻击密集，推荐玩家立刻收刀并撤出攻击范围躲避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游戏内的实际战斗画面。